好，如果正犯产生的这个加重结果，好，那教唆犯是不是要同负其责？好，这个在这个考试上呢，其实近年来也蛮常出现的了哈。例如说，好，甲，这个是甲，好，教唆乙，好，原本它是基于什么？这个教训，好，A 的意思，好，去什么？叫乙呢去打 A 2拳，好，教训他一下就可以了，好。可是呢，乙呢，哦，不幸的，啊，这个揍到 A 的要害部位。好，然后呢，A 后来就死亡。那对于这种加重结果呢，哈，就正犯乙本身，这个乙当然就是要负277条二项，好，这个伤害致死的正犯责任，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关键在于这个教唆犯甲到底要不要为这个教唆，不是为这个加重结果负责呢？如果不用负责，那基本上他就只要负什么？他教唆范围就是277一项加29条就可以。那如果要负责，就是要负责到277二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来认定呢？哈，基本上对于这个加重结果，哈，对于这个加重结果，基本上我们会认为啦，这个教唆犯他对于加重结果如果要负责的话，他是负一个什么？过失责任。而这样的一个过失责任，他是不是要负责？那你就要回归加重结果犯的法理，在实务上会认为说，这个教唆犯只有在当他什么对于这个加重结果客观上有预见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认为什么，他要为这个加重结果来去负责。可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在大部分的情况，说真的，其实教唆犯很难为加重结果负责。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个，教唆犯他在正犯实行犯罪的时候，其实往往都不在场，往往都不在场。他跟共同正犯要为加重结果负责的这个讨论的审查的标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共同正犯他在实行犯罪的时候，往往都会在场，所以你客观上，例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例子，甲、乙、丙一起去殴打 A，但是呢，三个人讲好只要把 A 打成轻伤就好，但问题是甲下手太重，把 A 打死了。那乙、丙当下在打 A 的时候，你要去审查的这个情况是，就客观事实呈现出来是什么？就是甲、乙、丙三个人一起打 A，好，那他可能一个人是带球棒，一个人是带木棍，带什么样的情况去打 A？那这三个人就客观的角度来去思考，你拿木棒哦，分持木棒哦，铝棒、铁棍这些东西去殴打被害人，会不会很容易打到被害人这个要害部位？这件事情，就我们一般人依照这个经验法则来去思考，很容易。应该是很容易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加重结果。但是就教唆犯来说呢，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教唆犯在客观上他没有去在现场参与犯罪的这个情况，那你要怎么样说他客观上可以预见，这个正犯一定会把 A 打死，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教唆犯虽然，我们会说他对于加重结果要不要负责，要不要负这过失责任，我们也是按照同样的判断标准。但问题就在这边，问题在于说，往往教唆犯都没有办法什么预见到，客观上没有办法预见到这个法益会这个侵害结果的发生，就是说这个加重结果的发生。所以在大部分的案例当中，其实这个甲就只会论277一项加上29条。大部分的案例其实都是这样子哈。那林东茂老师在他的教科书里面也其实有提到，因为教唆犯毕竟负的是共犯责任，那所以他会觉得说，在这个共犯这个概念底下呢，他负的这个责任应该要比正犯来得轻才对。可是说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明呢，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因为就29条二项来说，教唆犯要负的责任其实跟正犯是一样的。所以不会因为他是教唆犯，他把他归类到共犯，因而去改变他的本质。就是说，教唆跟帮助其实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教唆还是比较重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个人会觉得，他之所以不用对加重结果负责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在于
因为它很难客观上预见。就是说，就我们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来说，你会期待一个人，或者是说，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一个他虽然参与犯罪，可是他现场不在场的人，要他去预见到说，这个现场的正犯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去支配这样的一个法医侵害流程吗？很难想象，哦，很难想象。所以最后的结论，哦，才会倾向说这个教唆犯没有办法成立犯罪。但除非啦，除非这个甲，哦，在具体个案事实当中，例如说他有到现场去观看，或者是什么样其他的情况，我们才会认为说啊，那他当下可能有客观预见可能性，不然基本上很难哦。所以还是要去回归什么这个具体个案事实来去认定哦，因为他是不是有客观预见可能性，我们判断的事实就是当下客观上所呈现的事实。那就各位写题目来说，就是题目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客观事实，好，每个人就看这个客观事实来去什么各自表述，然后各自表述。好，那这个是加重结果的部分，好，加重结果部分。那近期考试更常考的就是关于错误的部分。如果这一个正犯产生等价客体错误或者是打击错误的时候，教唆犯要怎么样来负责？好，请你翻一下课本。关于正犯产生的错误会不会影响到教唆犯的规则？请你看一下11-3-11页以下。首先，考试最爱考的就是正犯发生等价客体错误的时候，教唆犯他的这个规则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真的很爱考哦，哈！最近这两三年的三四等考试，不晓得为什么特别爱出这一块，好像每一个正犯都会发生等价客体错误一样，不知道，反正就很爱出这一块了哈。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因为实务见可能是因为实务见解跟学说见解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了哈。首先，在等价客体错误的部分，实务会认为什么？没影响，因为在实务就只会单纯认为什么？啊，正犯产生的等价客体错误会不会去阻却构成故意？不会，对不对？那他既然不会阻却构成犯故意，那这个时候对教唆犯来说，刑责也没有影响，因为他就是从属在这个不会阻却构成犯故意的正犯主行为上，所以实务还是认为什么正犯啊，不受影响，因为不会阻却构成犯故意，对不对？那教唆犯呢，一同。所以正犯如果成立什么既遂，那教唆犯就成立什么？教唆既遂，就这样。哦，所以实务见解，你看一下注释三，哈，最高法院24年上至126号判例，他说对于目的物的错误，哈，就对于这个客体同一性产生的误认呢，哦，这个不生影响，不会因为说正犯成立杀人罪。但是呢，是因为等价客体错误而成立的这个故意杀人罪，然后教唆犯就会认为什么有影响？为什么？因为正犯他杀错人，但是他至少主观上他是认为什么？他杀的是人。那你教唆犯呢？你教唆的范围，你也是什么？在教唆既遂故意的那个部分，你也是希望这个正犯去杀人，只是到底是杀 A、杀 B、杀 C，你可能没办法确定。因为这教唆犯的本质使然，你没办法确定他真的会去杀谁嘛。但是你教唆的范围就是有包含到叫他杀人、叫这个正犯杀人这一块，所以最后我们会认为什么？不生影响，好，不生影响。但在学说上，其实他思考的观点就有点不一样。